专家为大家绍介嘅东石镇公所五层院所设计嘅公共建筑，其实含有台中市议会、立林村嘅国策、老厉害台北市市政中心，来到对作为世界都当有指标性嘅建筑，做啲看现出来。五层院有几有彩钱，有几大量呢？人家36年前都去差不多将40岁时节，事业如何的去到最高峰？几下决定离开建筑界，改行画图了，艺术创作。下辈其实要同大家进一步来认识吴振荣的故。对公家机关都冠名出册，连一栋一栋的建筑，总下是吴振荣设计界。头那么发拍发拍，高调高调。1980世纪嘅吴振荣，头条空前空年台，系许多业界高度关注嘅建筑师。开业期间，是参加台北市的美术馆同中央图书馆来到睇睇细细嘅地图。独连介东西，还偷偷建筑内嘅原建筑，能注意到嘅。这个在当时都是指标性的建筑，就是等于是最顶尖的，他都是拿了第二名。不过在那个年代，我们通常都有一个说法，就是说第二名其实是最好的设计啊。包括我这样的人，在当时是认定他才是真正很厉害的。吴振荣是台中东兴人，出身不卡卡苦。台北工专木工科从业了后，对基层做起事。民国60年，先在七家街事务所，一家设计东主七家街房间，其中用公用的面料做主题设计该东西进公所，提供是几家代表作品。那个作品就是我们认为是他最好的作品。第一，他掌握得住现代主义的核心精神；第二，他的作品已经看得出来有一种个人的风格的出现，那这个很难得的。该栋是业界能期待的外有好发展，不过其个建筑人生尚无做结果。民国69年，拿到台北市政府市政中心地图某几栋年了后，即使点点推落来，也天买做建筑类。可能还不到50岁啊，也是很惊人的，因为。以他的那个，就是我们觉得他的那个才华、能量啊，跟他的那种，就是应该都正要到达高峰点的时候，他为什么就宣布？所以这些事情其实我们都印象很深刻。了解下成功得到设计权嘅台北市政府市政中心建筑模型图，然后还并托付卡你们嘅素材。你镜头影像，想怎么做咧？这种建筑吗？俩东风间是简单单转做个模型，转到骆驼背。想要听大家讲，其实，在做公共工程的建筑作品的建筑案子来讲的话，其实是很辛苦的，对。所以我想也是说，他可能觉得是在那个战场大概已经发挥到了一个极限了吧？对他想要换个方向了。吴振荣对艺术动容热情，离开建筑界了后，同创新转向不同创作。台体构件是他亲自在点钱落来好好创作的素材。这个农产品展售中心，就一间咖啡店，每天都很多人啊。哦，就是我就坐在那边，就是哇。东浩同过来强化客山街吴振荣，同头几摆万盛客太保尖山宽度的风景包落来。爸爸非常得意的，他认为说他在一个对的时间、对的地点，他画出了大坝尖山最好的状态，所以他认为这幅画对他来讲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他也希望说这幅画就当成我们自己的传家之宝。外行人很够改路，吴振荣先头猜测同能量千古风的世界推落来，多当年共度街团都吃到木材。不过吴振荣专心行自家的路，为人生的下半场打出新的天下。他的新闻，你把关注的影片特别报道。